不知道一成兄看了我送的礼物了吗？不知道他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，想起来就好笑。你想我了吗？我睡不着，一成兄，你睡了吗？睡了吗？你回家了？我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？没道理啊，他要是看了礼物应该会给我发才对啊，他不给我发我才不给你发呢。一成兄，报纸，报纸。一成兄，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你也许会很辛苦，就如同想看到礼物一样的辛苦，不过希望最后带给你的是欣喜。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，虽然它代表着忧郁。其实我不喜欢花，并不是花不美。辛苦了，一成兄，这就是我给你的任务，一定要完成哦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这就是任务，录一段听起来叫我感动的话。子豪啊，我想，听见了吧？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吧，还伴随有那种管道下水的声音。哎，哥几个都睡了，我一个人在卫生间。一个人在卫生间里头待着。外面太冷，走廊又太黑，所以呢，卫生间现在又是我最好最好的录音棚了。子涵，你就将就着听吧，啊，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嘿嘿，你们几个。哎，你们几个死定了！哎。